这个是他新救的小狗，他都喘得很厉害。现在给他做化验吗？给他做了一个传染病化验。这个结果全温，看咱老伴儿，小家伙。今天是2023年7月20日，我们来到这个丽水雅居的小区。有人求助说有个狗狗，有病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是过来看一下。在哪儿呢？这家有一条狗，什么狗啊？流浪狗啊？大的小的？然后给扔了一条狗，有病的狗在哪儿呢？你上那边敢看看去？这边没有。那边岗啊？啊，你上那边看去，我不清楚啊。他俩上岗上找啊？不是，那哪有岗亭啊？就在那儿，也是那个菜场那门。哎呀妈，这狗不行了。谁这一天的有病不好看，就这么冷着玩呢？这小玩意儿热的，咋的了？我看看，哎呀呀呀！是不是他说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谁这么缺德呀？一天，要不就别养，这有病就扔。有病吗？你妈这狗，这不好事啊！你给别人捡的，放这块儿的，小区里的啊。谢谢。那是小区里捡的啊？对，哎。这家有病扔了。那我们走了，看病去啊！我来走了，上医院吧，咱们啊，走吧。今天事儿，现在往医院赶。我化验。那确认，输两个盖。身上咋的了？勒的啊？身上不是，好像原先就是全这边全坏的，得上点还得上好，全血都出来了，好像烧伤似的哈。谁让你看这块上跟红色的？妈呀！我的妈呀！都没每天上药呢，天天上药。看来是比这严重，这好多了。好多来家都这样的，都红了鲜。嗯，这样，好。看看这面，这面比较严重啊。这是右侧，右侧的腹部比这个左侧那块前腿的严重，它也好多了啊。好多了，一开始这就全是红的，天天上碘伏着是吧？来这边，这边这样。肚皮底下也是。肚皮底下都是。啊，烫的这是。这是咋整的呀？嗯。这狗咋的了？这个是26号捡的，捡完之后有点放肚下泻，还变。26号捡的。对。你养4天了。嗯。然后我寻思，过来问一个大夫，大夫说是给他打点抽包、淋巴韦啥，看看能不能救吧。你给我打过针的，前面两个那不是治毛了吗？对。后来我寻思，后来缺水嘛，找个宠物店给他打那个。买个针，然后给他补的葡萄糖，但还是效果不行。有验过血温呢？嗯，验过的血，这血温呢？对。嗯，然后你求助救援。对。多大的狗？1个月2个月。上个月捡的小孩儿。治疗是传染病，全温的，有新旧的，嗯，花狗，双耳虾，嗯，这个刚救我，前天大前天救的，这个是32只犬王里头的，这个也是，这是大花花。每天他们的医疗费都上限，
真的特别特别难，每天工作他们经常分治病，然后口粮就是几个月就凑不齐了，救的孩子越来越多，都吃不饱的也越来越多，还有一下子出了五个院区的这个12万的房费，房费给不上，这个房东天天找我们要人撵了，这五个到期的这个院区里头有上千只狗狗，因为一旦被撵出去了他们就流浪去了，现在特别难，我们工人也挨咬了，嗯，刚咬了，咬很严重，他包了要三四个口，老胖狗的都不容易，他们钱造了，为这些毛孩们啊，那还有小马犬啊，嗯，那马犬是摇了，它点完了啊，它点完了，